肾阳虚者多失眠，肾健康与睡眠质量息息相关。肾阳虚患者在睡眠时的手脚冰凉，需用被子遮盖，以及频繁夜间如厕等表现，可以考虑服用桂附地黄丸来调补肾阳。相反，肾阴虚患者容易出现手心脚心发热、易出汗等症状，可以尝试知柏地黄丸来滋养肾阴。肾气虚患者表现为频繁夜尿等现象，睡眠质量受影响，此类患者可以尝试金匮肾气丸，以帮助改善肾气虚的状况。若是肾精亏虚，常伴有噩梦频繁、夜间起床如厕等情况，还可能出现耳鸣等症状，此时可以考虑服用五子眼中丸来滋养肾精。以上四种情况你记住了吗？这些中药方都是经典的补肾之法哦。